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哇，我是花永慧，我是潘安婷，我是林佩颖，我是林敏轩，我是彭世瑜。请看今天的哇新闻。敏轩，你种过菜吗？有啊，我有种过荆棘树，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可以泡成荆棘茶，全家人围在一起喝，真温馨呢。那你呢？有啊，我种过绿豆和红豆。你看，这是我新种的绿豆，因为我之前种的绿豆，因为我有一次出去旅游而忘记浇水，所以枯萎了。所以植物真的要好好照顾呢。你知道吗？都市农场已成了一股全球热潮。没错，都市农场好处多多，在德国有150座的都市农场，在纽约有全世界最大的屋顶农场呢。东京还流行在最贵的商店街养蜜蜂，寸土寸金的新加坡还发展室内无土栽培法，圆了更多都市人的农夫梦。在北欧瑞典，他们又把哪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变成都市农场呢？一起去看看吧。晴朗的天空下，两个年轻的农夫大哥弯着腰，正在努力挥汗种菜，埋入土中。一株株翠绿的小苗，是欧洲餐厅常见的平民美食——甜菜。而特别的是，这种菜的地方不是绿油油的稻田，而是城市中活化利用的再生空间。过去这里是一所无人闻问、荒废的造船厂。经过专家的改造，现在它成了时下最流行的都市农场。It's also, it's very efficient in many ways. You don't need diesel to transport things. You don't need like big storage rooms because you deliver every day and stuff like that. People can come and harvest and go home and make their salad. So it's like it's very efficient in many ways. 贝利大哥是瑞典哥德堡市郊区这所都市农场的创办者。过去他曾在农业协会工作过，2016年2月，他看中了这块闲置空间的潜能，于是决定卷起袖子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当起了都市农夫。Because we deliver everything ourselves, we grow everything ourselves, we take the seeds, we can save a lot, but we also hav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we don't have any middle hands.And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hing. So all the farmers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have middle hands, one or two. And since we skip that, we can actually make much more profit from our crops. And each square meter can grow like, you can have, we're aiming at like 3-4 harvests a season on each square meter. So that means these 250 square meters is actually 1,000 square meters. 目前这个小型农场种了10多种蔬菜，新鲜的蔬菜一收成，包装好。贝利大哥就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或是电动自行车，在蔬菜上清的时候第一时间把它送到长期合作的饭店或餐厅大厨的手上。 Every chef's dream to get produce that we're just taking from the soil, and you can tell directly on the flavor that it's very fresh and that it's organically grown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at Raw to work with the best produce, and the best produce is the freshest produce. 不止厨师满意，产地直送，新鲜满分的蔬果也为餐厅大大加分。甚至有许多客人看中了这一点，特地来这里用餐。We try to have a real like high sustainability profil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do our part.And for our guests.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some of them, they don't know before they come to the restaurant, but for some of them, they're well informed, and that's perhaps why they come. 除了供货给餐厅，贝利大哥还想扩大自己农场的规模，增加收获，让农场可以在繁忙的大都市中站稳脚步。So now we're trying to find the magic, like the way we grow, maximizing each square meter, and hopefully find this golden border where we can live from this, live from our produce. 他希望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当快乐的都市农夫。It's a serious thing. It's an actual thing. It's an actual job that people can do. If you live in the city and you're interested in growing stuff, you should be able to be a farmer in the city.
现代化的生活把稻田、森林变成了高楼大厦，也让都市的人们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都市农夫的出现不仅让人们多一份工作去选择，也为灰蒙蒙的水泥丛林增添一抹绿意。哇，都市里种菜啊，真的是一个全球发烧的热门议题耶。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例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这个是谁家的植物？我的，就是我跟我阿妈一起种的草莓。因为我跟我阿妈很喜欢吃草莓，所以想说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很有成就感。嗯，接下来，这是我们家的荆棘树，这是社区的椰子树，这是木瓜，我们家的木瓜树，这些都不但不加农药和化肥，非常营养呢。哦，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柚子树，然后首先呢，我们要先泡水，然后要再把它拿去土里种，然后它就会像现在这样。很可爱。对啊，那有结果吗？有，它就会有一些会冒出芽来。有长小柚子吗？没有。还没。嗯，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的阳台，然后这些花花草草里面这棵好像是橘子树，是我妈妈之前就是心血来潮想要种橘子，想说可以拿来自己吃，但没想到种出来之后怎么这么小颗而已，又没办法做什么。好可爱哦。其实都市里种菜啊真的好处多多，而在台北市呢也有一个田园城市的推广计划，我们的小主播子莹现在就在台北市北投区的大渡路等待我们的连线哦，一起来看看他那边的情况吧。是的，棚内主播，小主播子莹现在的所在地是台北市车水马龙的大渡路上，这里有行道树，还有路边小花小草，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吗？不是哦，今天的主题是城市农场。你不需要拥有一亩田地，就能轻轻松松当个快乐的城市农夫。你们看，这里有莴苣，还有菠菜，实践田园梦想，自己种的自己吃，不需要喷洒农药，除了安心健康，还能体会种菜的乐趣。农场的主人定期会举办种菜体验营，让更多民众体会种菜的乐趣。在城市种菜有趣吗？好玩。那你为什么觉得好玩？因为种菜我第一次种过。食农教育从小开始，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推行的田园城市这项计划，鼓励大家使用都市中的闲置空间及林地作为绿化或可食的地景。实施两年来，超过2万人次参与，像我一样的小朋友也能参加哦。校园、屋顶、公园都能变成绿色菜园或花园呢。政府还会辅助一些相关技术，看来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当个快乐城市小农夫啦。以上是小主播看天下哇新闻王子莹的采访报道，现在把镜头还给棚内主播。谢谢子莹的报道。都市农场的好处多多，不但可以绿化我们的环境，还可以调节空气品质，让空气变得更清新。其实这就是植物的妙用之一哦。大自然还有什么奥秘呢？请看今天的 Magic 大自然。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爱，对着咱的好未来。Hello， 你认识我吗？我是传说中的台湾夜莺。嗯，什么？你没见过我？那当然喽，我可是有鸟界隐形侠之称呢。你看我一身灰褐色的羽毛，在河床、农田、砾石间，是不是就融为一体，隐身成功啦？我们有张大大的嘴巴，小巧的身形，平常啊都是吃昆虫为生。我们不像别的鸟类会筑巢做窝，在空旷的河床空地啊，我们就可以下蛋生小 baby。春天是我们的繁殖季，我们啊喜欢唱歌来追求新娘。注意，
注意，注意，唱得越大声，越容易找得到新娘哦。最近有人说啊，我们的歌声太吵，写信向你们的市长抗议，他一直想把我们赶走。但是我们也不想啊，你们知道吗？近十年来，你们人类很爱整治河川，适合我们下蛋的河床越来越难找，我们只好一直搬家，搬到城市去住。我们啊，只想好好的养育下一代。可以让我们当你们的邻居吗？大家都当好朋友吗？呼叫任务探员朱岩，前方是否隐形家出没 ？Over。目前暂无隐形家的踪迹 ，Over。收到，继续搜查。嗯。有声音哎！啊，好痛！是永慧，永慧，你也没有找到隐形家吗？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找到啊。你确定你真的有掌握他们行踪吗？总部说的地点的确是这里啊。只能说隐形侠的伪装术实在是太厉害了。呼叫夜鹰探员，永慧、朱颜，注意12点钟方向 ，Over。隐形侠出没，12点钟方向。奇怪，什么都没有啊？难道是我眼花了吗？可是上次医生还说我视力1.2一级棒哎，怎么可能啊？呼叫总部，请求支援。报告王老师，经过我们地毯式搜索一番，完全没有隐形侠的踪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对啊，他们的隐形功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啦！我们准备了秘密法宝，这个用眼镜、手电筒，完全都拍不上用的。可是他就在前面啊，你们怎么找的？你注意看，他就在前面，就在前面。有吗？有吗？有吗？有啊！我看到了，真的，借我看，借我看，你看，在那里对不对？对呀，我告诉你。像你不能拿手电筒这样乱照，你用一个灯光打着它，它眼睛就会反射，你就知道它在那边。那刚开始，它在天上飞，现在它都蹲在那边休息了。原来是我找的方法错，我们刚刚都乱照。他们对声音很敏感，他们甚至你连靠到3公尺，你都还没发现它呢。那你看它的外观是不是长得跟石头很像？对，有一点像。灰灰在晚上或者在白天，你几乎都看不到，连白天都看不到。哇，他隐形功夫太厉害了。对啊，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夜鹰？以前叫乌木鸟，你知道为什么叫乌木鸟吗？吃蚊子。不对啊，因为他以前的人认为他傍晚出来活动，那个时候蚊子最多，所以就理所当然认为他吃蚊子。其实啊，夜鹰啊，他嘴巴很大，他根本不吃蚊子。那他吃什么？对啊，他吃什么？你有没有听过金龟子？有。他吃。你有没有听过蝗虫？有。吃蟋蟀，有白蚁，吃啊，会飞的动物，大型的昆虫它都会吃。夜鹰飞行时就像一个空中吸尘器，张开大大的嘴巴和利用嘴边的须毛，就能轻易横扫飞行的昆虫。根据研究，它的食物以鳞翅目、直翅目、鸮翅目为主，又以鳞翅目最多。飞行觅食外，也会捕食地面猎物，包括许多农业害虫。因此，夜鹰在害虫控制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讲夜鹰，夜鹰，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老鹰或猫头鹰什么的。对啊，真的你也认为吗？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啊，就是夜晚出来的老鹰。对，它其实的确是形状看起来很像，可是它跟老鹰跟猫头鹰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形状很像而已。夜鹰虽然名字里面有个鹰。但在科学分类上，与我们熟知的老鹰，一个属夜鹰目，一个属隼形目，完全是不同家族的哦。其实夜鹰与老鹰、猫头鹰的大小还有习性差很多，不仅个子小，性情也温和，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搞错喽。文龙老师，我最近才知道有夜鹰这种鸟类，它是最近才出现的吗？没有，其实夜鹰它一直都存在台湾。对，只是它早期非常非常的稀有，它之前甚至还被列为可能是很濒危的鸟类，就数量很少。可是没想到在2000年之后，它就陆陆续从南部到中部，然后甚至到北部全岛都有了，甚至跑到外岛去都有了。对，那它为什么会变多？有很多原因，可能我们的耕作形态改变，或者是我们的用量用药量减少，或者是这个什么其他的，像河床疏浚越来越频繁，或者是禁采砂石，都有可能会让它数量增加。可是老师，你看哦，
都市啊，车流量多，既拥挤，然后空气又不好，到底哪一点被夜莺看上？你就不知道对不对？其实夜莺他会很喜欢在都市上面的建筑上面那些空中花园。啊？空中花园？空中花园，老师，这里一片空荡荡的，这里真的有夜莺吗？拜托，你们想的是人的角度，夜莺的角度可不是这样想。你看这里空空荡荡，对不对？对啊，感觉没什么，对不对？对。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你会发现很多玄机机密藏在这里。告诉你为什么夜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真的、哦。想不想看？想。那我们跟着我走。好耶！嘘。王俊也太兴奋，小心。哎呀，太兴奋。来，你注意看，在那个墙壁角下面有两坨好像不是那么灰的东西，有没有？小时候的夜莺是比较褐色的，小心。这一巢，它是孵出来七天大。所以这个时候的幼鸟跟刚刚我们看到的幼鸟就差很多。夜莺宝宝长很快哦，你看它蛋大概19天孵出来，孵出来第一天它就会走了，它就会早熟，对，它就是半早熟型的幼鸟，它第一天就会走。然后它大概13天大，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灰灰那个，它就有初步的飞行能力。来到17天大的时候，它就很会飞了。因为我们看这个一个礼拜，跟刚13天大的一定差很多哎。对对，它这个刚生出来是比较接近红色，然后它现在变灰色啊，有点褐色。它其实它们长很快。夜莺一年繁殖2次，一次产下2颗蛋，育幼时间大约40天。它们是不筑巢的，直接把蛋产在地上孵化。幼鸟孵化后就可以移动，成长的速度很快，大概17天就可以飞行离开了。那你们看到幼鸟了，对不对？对。你在沿着墙壁往后延伸到墙壁夹角，那里有妈妈在那里，一直延后到往后面，到那个墙壁的夹角。好，为什么他在保护他的小孩？对。妈妈跟小孩不是照理说应该要在一起吗？就像老师刚刚讲说，因为他要警告他的小孩。他就是。就过去的时候，他先飞着。对，他如果我们过去，妈妈先飞走。夜莺有一种天性，遇到外敌接近宝宝时。青鸟会做出受伤的动作来引开敌人，不断的抖动翅膀引起天敌的注意。这种拟真的肢体语言，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天敌，我受伤了，快来抓我吧，诱骗敌人远离自己的鸟巢或者是雏鸟。这种行为叫做拟伤。朱元，他怎么看你现在比较喜欢夜莺？那当然呢，他们唱歌是为了寻找另一半，寻找另外一半就有可能在我家屋顶上面育雏，我可以亲眼看到生命繁衍的过程，兴奋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会讨厌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测验，考考你们，影片中的声音是哪些动物为爱鸣叫？第一题，请听。什么动物？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可能是在森林里面比较潮湿的地方，可是就不知道是什么耶。不知道是什么？那佩妮呢？好像是青蛙吧。青蛙？好，我也这么觉得，也是青蛙，因为好像有一点水波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湖边的青蛙的感觉。观察得很仔细哦。我觉得有可能是某一种昆虫。昆虫？昆虫会叫吗？会啊，蝉也会叫，不是吗？哦，对。好啦，其实答案是台北树蛙，所以佩颖跟敏轩算答对一半。台北树蛙呢，他们在冬天啊，他们的繁殖季的时候，都会躲在洞里面，然后发出咯咯咯咯这样子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很特别，他们就会随着。有一些其他青蛙的出现啊，来调整他们的声音，或者是那个节拍也会变快或者是变慢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题。
我觉得这很像那个打字机，我觉得好像在敲铁器的感觉，很像。怎么感觉好像不是动物或昆虫发出来的声音？是，真假的？猜猜看。嗯，我不知道，没答案，我不知道，放弃，空白。好像是蝉吧？蝉。我也这么觉得蝉，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蝉不是都会发出叽叽啾啾、叽叽啾啾来求偶吗？所以我觉得也是蝉。嗯，至于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不是。好，这题大家都答错了。这个其实是雄蟋蟀的声音。蟋蟀？对，想不到吧？想不到蟋蟀发出声音。其实呢，雄蟋蟀他们在觉得自己很寂寞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这种很轻柔，然后又很短促的声音来吸引雌蟋蟀过来，所以这就是他们一个求偶的信号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最后一种动物。是什么动物？狗吗？狗狗的哀嚎声有点像。是大象吗？大象，大象，哎、欸，有点像，就是它在喷水的时候。哦，对，喷水的时候有声音吗？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人发出来的声音。哎，人？人在叫吗？对啊，那边就是看到鬼之类的啊。可是我问你，在路上会有男生这样子叫，然后跟你求偶吗？不知道啊，可能会吧。嗯，会不会有可能是鸟类、啊？鸟。哦，声音还蛮尖的，对不对？嗯。好，这一题是真的，恭喜你们又答错了。这其实是公路发出的声音。公路？你是说？对，不是车子开的那个公路，是那个有两只脚脚的那个公路。鹿会发出声音哦？对，这是他们在求偶的声音。那它发出这个鸣叫声，主要有两种意义，一就是吸引母鹿嘛，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作用是，它可以拿来威吓它的情敌，吓它吗？对，可以把情敌吓走。好厉害哦！对啊，其实大自然真的是非常奇妙。大自然的声音真的很奥妙哎，而且它像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奇和有趣。对啊，不要忘了哦，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的生物都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是支配万物的主人，应该要学习谦卑，懂得爱护以及尊重大自然的生命还有法则哦。没错，小主播看天下，哇，我们明天见，拜拜。